别拉东西。你们要打扫房间。不关了，小美女，你们慢走哈。啊，我们房卡不用拿下来是吧？拿房卡到前台替房。啊，好嘞。那这个门不用关，我们马上打扫啊。往这边来，姑娘。蒙圈了。嗯。大家好，我们姓洪，现在我们在山东蓬莱，昨天晚上到这的，现在去下楼办理退房。眼睛里像有啥东西？眼睛里只有他。我们是第一次一家三口出来旅游啊，你们是不是也是第一次？你不能说一次性说一次，第一次我们六个人吗？啊，我们第一次六个人一起，那俺家三口也确实第一次出来旅游。你们也不摁一楼了吗？干啥呢？你们没去过那哪儿吗？苏兰吗？就是咱们六个旅游的那种。对呀，苏兰不是旅游吗？那是回你回婆家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两家六口人出来玩，主要是这个假期嘛，带萌萌和俏俏出来见识见识什么是海。之前他们总看的是河。我出发去码头，去码头坐船到长岛，据说在船上可以喂海鸥。走喽，咱不得坐车吗？上哪坐呀？那边吗？他不说。打听一下吧。我们现在研究一下是打车去还是坐。公车好像是13块钱一位，俺们这些人的话，要打车就100来块钱。这入乡随俗了，都开始山东味儿了。哎，你说一下山东话，你在这以前待过，而且咱们是六个人呢。这哥俩下去找了个车。刚才搁手机预约，就是找不到商务车。往后去上后边。你俩好厉害呀！40多分的车程终于到地方了，现在去买票，直接坐轮船。那边轮船人挺多呢。他这个大船咱们一会儿就坐这个了。好像在三楼吧。我们进里边了，结果这里边都不按号来，买的座票全让人给占了，没办法了，我们出来摆凳子吧。吃饭不吃吧？呀，你姐姐会自己吃。买一点香肠喂海鸥。给姐姐分两根啊！你别自己坐着吃了，萌萌啊，这是给海鸥的。先坐着吧。等会儿开船咱们喂海鸥。他就告教训别吃了啊！我刚才告萌萌，我说你别吃了，就是香肠。搁手上，姑娘。这边是，那边都不是。会一直这个方向吗？这是一个专业摄影师，他拍照我拍视频。正好在这个附近溜达就过去了，这一路上喂海鸥给俩孩子乐坏了，给我也乐坏了，真的太有意思了。找到了，哇塞，家庭房，哇塞，
哎呀，一进来就趴那儿了。真软。这个地方还行吧？嗯，比上次好些。